啱啱講完咗嗰、那個今年嗰個動漫節咧，即係比較失望遺憾地方之外，咁啊係時候講翻咧又講翻我去完之後有啲咩感受，咁啊而家又講多個話題嘅另一部分啦。咁又其實咧，就的而且確啦。咁其實我過去每一年嚟，咁我去動漫節咧，基本上咧，除咗好似正如啱啱所講咧嘅習慣一樣啦，都係原封不動咁咧，即係都係冇乜變過嘅嘢。就係我咧，由一直有去到嗰度咧，向來。咁所有嘅收穫買嘅嘢咧，都係同 K.O. 輕音少女有關嘢之外咧，都係同即係因為咁咧，平時就係去開佢啱啱我提嗰個參展商普威爾國際咧，佢嗰個攤位睇嘢買嘢之外咧，唔係嘅話，基本上都係只係嚟嚟去去喺成個動漫節嗰個裏邊嗰個會場都係。去行勻每一個地方，跟住喺度睇嘢啦，又或者都會有機會，如果睇到啱嘅嘢，就會唔會考慮可能會買啦。咁又反而咧，就今年嘅動漫節咧，就自然咧，其實有一個最大特別嘅唔同之處嘅。咁嗰個最大嘅嗰個特別之處咧，其實就係咧，係因為呢一個嘅同人制啦，即係呢個創天作同人制啦。咁又其實呢個同人制一向來以嚟咧，即係大概已經近呢。前好幾年咧嘅動漫節咧，開始引入咗咧，就成為咗嗰個動漫節咧，即係佢嗰個展覽嘅其中一部分嘅一個延伸地方嚟嘅。咁又我就一直以嚟當咗以為呢、這個同人制咧，即係譬如係喺即係譬如我過去嗰前幾年嚟咧，我去嘅動漫節裏邊咧。都一直即係佢咧即係佢呢一部分嘅展覽咧，佢舉行嘅嗰一個地方咧，應該同一般正常動漫節係同一位置去進行嘅。但係不過咧，我嗰陣時一入到去真係個動漫節會場咧，橫睇掂睇都係佢自己嗰個展覽嘅地方嚟喎，但係都始終睇極都唔見，都唔似係同人制嘅。嘅一啲佢哋舉行嘅一啲地方啊，咁啊結果咧，咁就始終就即係因為就變咗做，就係、是、因為即係仲未，即係唔知道咧，所以始終都係往往都係忽略咗同人制，即係佢個動漫節其中一部分嘅一個展覽嘅，直至到咁今年我去咗動漫節咧，咁我本來都又係咧，都係咁樣諗噶啦。即係諗以為都係同一個地方去進行嘅，咁我就響咧，即係準備臨離開嘅時候咧，我就見到咧，咁有我哋有某一個出口位置嘅外邊嘅地方咧，就起咗一個牌咧，即係一個方向指示牌嘅提示嚟嘅，就話佢就指住咧。你行呢一條路呢，就係通往去呢個同人制嘅會場啦。咁我就於是呢，就試下呢，跟住嗰個方向嘅指示牌呢，就跟嗰個指示呢，行佢所指嘅嗰一條路呢。跟住最終行下呢，一直深入咁係咁入去啦，就結果最終真係入咗去一個，即係佢呢個。進行佢呢個同人制嘅嗰個會場啦，因為咁咧，就由嗰一刻起咧，我就先至發覺知道咧，原來呢個同人制咧，其實係佢係喺一個另一個地方咧去舉行嘅，而唔係喺嗰個動漫節嘅會場同一個位置嗰個地方度去舉行嘅。咁我就結果咧，因為咁咧，就咧，我入咗去之後，就終於就成為咗咧，係我真真正正第一次咧，即係直頭係即係一次真真正正入咗去嗰呢一個同人制嘅度嘅經歷啦。
咁就除咗之外呢，當咁就入咗去嗰個同人仔之後呢，其實我自然呢都見到有咁嗰度有好多嘅攤位都係，不過啲攤位係同動漫節唔同嘅，佢哋係冇，佢哋唔涉及呢，即係好似嗰啲平時一般你話動漫節會場你所見嗰啲攤位咁呢，係即係佢有自己所屬嘅公司啊、集團啊，或者等等嗰啲諸如此類嘅嘢呢，佢即係佢唔係呢一類嘅攤位嚟嘅。佢嗰啲攤位而係呢，求其有啲人呢，係自己中意呢，即係擺檔呢，跟住就可能會出售一啲即係比較偏獨特啲啊，或者自己自創嗰種嘅嗰啲嘅嘢呢，俾即係吸引啲人呢過嚟睇一睇，同埋更加啲人如果睇到即係有吸，即係如果係有興趣，佢哋又會買啦，即係會出售呢類嘅嘢俾人嘅。咁我自然其實都去過呢攤檔睇過，其實都咁呢，就咁我就嗰陣時諗呢，不好可惜，因為就係冇啱啱我講過呢，冇咗個咩普洱國際個參展商參展，買唔到 Kion Hamsu 嘅嘢。咁啊，除此之咁我就咁啱都諗諗下，咁我買嘅意向可以試下諗下，我仲有其他中嘅動漫嘅嗰一啲相關嘅嘢，其實或者咁樣樣。都應該嘅，可能如果係有意願心水，咁啊其實都值得應該一買，都嘗試一下咯，即係接受下一啲其他嘅動漫產品咁樣諗嘅。結果呢，我喺嗰度睇一睇過呢，其實我都有發現過呢，都有唔少一啲真係涉及到我其他中嘅動漫啦嘅嗰啲嘢呢。都有幾有吸引力，其實都有幾靚啦。跟住我就買咗一啲唔少嘅嘢呢，其實就係一個同人仔啦。咁就呢個就係變就係、是、等於呢，喺我之前嗰個嘅即係去到今年嘅動漫節呢，嗰、那個買咗所有嘅嘢嘅嗰個收穫介紹片呢，裏面提起過啦，就係、是、我一部分嗰啲收穫嘅嘢當中，其中有唔少嘅呢，係嚟自呢一個同人仔，咁就變成咗就係、是。呢個意思啦，除咗係咁就除此之外呢，我再加埋呢，仲喺嗰個同人制呢裏邊啊，其實都見到反而都有唔少一啲 cosplay 呢，原來其實亦都係集中喺嗰一度啦。我見到一啲 cosplay 都有係呢，起碼見到一，起碼呢，我見到一啲呢，佢哋有扮過一個呢。係即係我一啲比較好中意嘅動漫裏邊嘅嗰一啲角色人物啦，跟住我見到就真係都好榮幸啦。於是我就揾咗一啲即係涉及到我即係好似呢一類嘅嗰啲 cosplay 咧嘅人咧，一齊影相啦。但係除咗喺嗰個同人聚會場之外咧，咁我出咗去又離開咗嗰個同人聚會場之後咧，我又見到佢嘅附近隔離呢，其實有一個 cosplay 嘅專用區嘅。咁佢個 cosplay 嘅專用區呢，其實原意本身呢，例如係俾嗰啲即係扮 cosplay 嘅人呢，例如可以更換嗰啲 cosplay 嘅套裝呢，嚟到去扮演一個動漫人物角色呢。又或者相反，你玩完咗啲 cosplay 啦，咁你換翻衫呢，即係換翻正常嘅衫呢，即係譬如離開啊，嗰一啲等等又剩嘅，即係你係。即係你係走啦，嗰啲人呢，即係換言之呢，係本身俾啲人係用嚟更衣嘅，或者等等嗰類有需要使用嘅一個公街地方嚟嘅，即係例如好似更衣區呢一啲嘅呢一啲設施呢，其實咁又喺嗰類除咗好似呢一啲。即係例如好似啲咩更衣區之外呢，另外佢呢亦都有一個呢好大嘅一個空置嘅地方。咁嗰啲好大嘅空置地方呢，原來其實呢就反而就係呢啲 cosplay 嘅佢哋嘅聚集地方嚟嘅。咁啊呢一個聚集地方呢，其實就自然呢，我都係呢。去嗰個睇過咧，後來我自先發覺咧，原來
動漫節好多嘅 cosplay 咧，其實基本上咧，佢哋集中喺嗰一度嘅喎。跟住之後咧，我就睇一睇過咧，我喺嗰度又係咧，又揾到更多一啲咧，即係我中意嘅動漫裏邊咧，某一啲嗰啲動漫角色人物咧。咁我就於是又同咗，又係一樣咧，又同咗即係扮好似呢一啲嘅嗰啲 cosplay 嘅人咧，一齊影相啦，即係影咗合照啦。咁我就其實都自自然咧，就都就當然好難忘啦，因為都可以揾到啲好中意嘅動漫人物嘅嗰啲 cosplay 咧一齊影相，都好值得嘅。除此之外，就算唔一定係我中意動漫人物之外，例如我見到有啲人，譬如都扮得啊，都幾有吸引力啊，有啲係好可愛啊，好靚啊，好型啊，或者嗰啲等等嘅人呢，都有份都一齊影相嘅。即係換言之呢，其實呢，因為都咁，其實今年嘅動漫節呢，係相比起過去呢幾年嚟呢，就係呢，多咗一個最大特點係呢，其實今年呢，係自自然然。係我同好多同啲 cosplay 影相咧，影得亦即係影相影得比較最多嘅一次嘅動漫節嚟嘅。咁又除咗之外啦，另外其實咧我亦多得咧仲同時如果仲同時咧，亦都能夠喺個動漫節裏邊咧揾到啲咧，即係雖然係冇揾唔到冇得買嗰啲 Canon 輕金少女嘅嘢啦，但係我都有買到一啲，即係都係其他我中意嘅動漫有關嘅嗰一啲嘅嘢咧，翻嚟其實都係覺得算係好開心嘅。咁啊，譬如咧，好似呢幾樣咧，呢啲我諗都又係咧，喺之前嗰個去完動漫節之後嘅嗰啲收獲嘅介紹片裏邊。都有出現過噶啦，譬如就好似呢一個咧，呢一個就係嗰個魔法少女羅葉嘅嗰一個即係一個動漫人物咧嘅嗰個角色咧，嘅公仔模型啦，呢、這個就係佢嗰個魔法少女羅葉咧，裏邊嘅嗰個主，即係。佢裏邊佢嗰集佢咁多個系列裏邊當中咧，其中一個動畫電影咧，就係嗰個叫《魔法少女羅葉》The Movie to Andy Ace，連同埋所有其他原著裏邊嘅嗰啲動畫咧，即係嗰個主角咧，高丁羅葉，即係簡稱叫羅葉嘅，佢個 figure 模型，即係嗰啲公仔模型嘅嘢啦。仲有分別呢兩個呢，就係喺一個叫，即係喺會場裏邊有一個叫香港角川嘅呢一個參展商攤檔呢買翻嚟嘅嗰一個程式漫畫老師嘅 A4 紙嘅膠花佬啦。其實即係如果唔係呢，我見到我能夠揾得到。呢一啲都係一樣，我中意動漫嘅嗰啲產品咧，又或者係嗰啲咧，即係除咗涉及到係我中意動漫嘅嘢之餘，嗰啲即係睇落去好似好吸引啊，又好靚嘅嗰啲嘢咧，咁我自自然然咧，因為就係本身冇辦法買到 Canon 輕金少女嘅嘢咧，即係喺根本上。都冇任何啱我心水嗰啲心头嘅嘢之下咧，都得唔到，咁我自然就会觉得咧，可能忙咁咧，即系觉得好扫兴咧，即系一啲特别嘢都揾唔到，咁我就觉得今日动漫节就未必会咁开心啦。但系都多得揾到晒，可能好似呢一啲都系我中意嘅嘢咧，咁就自然我觉得咧，即系当然系好开心啦。咁又係開心得嚟，自自然然咧，我都對今年嘅動漫節咧，算係可以話係印象非常深刻咧，都算係留下咗一個都係好愉快嘅經歷啦。咁又其實就即係換言之咧，整體嘅滿足感其實基本上都算係好好嘅。
咁又即係成個過程啊，我都對動漫節咧，即係成個感受係仍然係保持正面嘅，即係好似即係總言之都係一句講晒，咁就即係都係開心啦、愉快啊，跟住又係咧好令人印象深刻嘅動漫節嚟啦呢個。不過唔知各位即係嗰啲動漫迷咧，你哋喺今，例如你哋有去過今年嘅動漫節嘅話咧，你哋其實例如揾到即係自己好最中意、最興趣、心頭好咧，如果揾唔到嘅，但不過只要你，但係你又覺得只要揾到即係啲好有樂趣。或者其他嘢，即係自己興趣嘢咧，咁你只要覺得其實或者係開，即係都係好開心嘅，好滿足嘅，咁樣就其實都已經都或者可能算好足夠啦，但係就如果或者相反咧，你哋真係完全一如一即係都一如既往咧，即係能夠如你所願咧，真係成功揾得到一啲咧，即係你自己好中意嘅心頭好嘅嘢咧，我諗咁就咧，你咁又祝你哋真係好運啊！你哋就已經滿載而歸，成功咧，即係會因為咁咧，如果動漫節咧，令到你哋留低一個咧。當然係好難忘嘅一個深刻嘅回憶啦，或者係開呢、这個開心愉快嘅經歷嘅。咁又我就最後我亦都其實希望呢，希望出年即係你2019年咁嗰個動漫節呢，可以能夠即係有翻嗰、那個即係普威爾國際嘅參展商呢，有份參展啦。可以再次買得翻咧，即係嗰啲 K On 輕音少女有關嘅嘢啦。另外又或者可能好似呢啲咁咧，例如再加埋一啲其他動漫嘅，我中意嘅動漫嘅嘢咧，都可以買一啲咧一齊嚟收藏，即係買到更多心頭好咧。咁我諗咁就真係已經係過，已經係過好，已經係好得嚟，其實。其實自自然然都係希望能夠滿載而歸，希望有一個即係有一個都係當然係愉快嘅動漫節啦。即係意思即係其實係愉快難忘嘅動漫節啦。咁我嗰、那個即係動漫節嘅去完之後咧嘅感受。嘅呢一個分享嘅講解呢，我就講到呢度為止㗎啦。咁就多謝晒大家，再見，拜拜。